斤等于多少毫升？在生活中，我们经常会用多少毫升来表示液体，或者用斤来表示固体的质量。那有想过一斤等于多少毫升吗？毫升是一个容积单位，跟立方厘米对应，一升等于一千毫升，一千毫升等于一千立方厘米。容积单位的主单位是升，符号用 L 表示。我们知道一斤等于500克，克为质量单位，克是千克的千分之一，符号表示为 G。 克和毫升是两个不同的单位，它们之间不能直接换算，想要换算就必须知道液体的密度。根据密度公式， M 等于 肉位，也就是质量等于密度乘以体积。比如已知水的密度肉是每立方厘米一克，也就是每毫升一克，所以一斤水的体积 V 等于500除以1，也就是一斤水的体积是500毫升。